我神區啊！啊，你神區啊！哎呀，因為我哋講下先。博士，博士，唔好飲咖啡啦！今次萬科搞零首期喎。嚇，萬科商業灣。喂，双十一先至买一间楼送一间楼啫，而家又有新动作，马上跟过去睇啦，博士。咁我真系走啦。博士，零首期就呢个海景啦。哇，全海景，仲要系现楼，仲要系国企万科。喂，咁个零首期点减啊？总价就130万，嗱，万科咧就直接帮你呢个首期咧全数减咗佢。哇，咁啊好抵！但系咧到今个月月底，嗱，咁啊要快啦。嗱，如果观众咧未睇过呢个项目的话，其实我同我堂咧已经拍过啦，大家喺画面嘅右上角揿一开，就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片噶啦。Hello， 大家好。今日我同 Judy 喺边度呢？我哋喺个大家睇咧，喺个中医馆嚟嘅。咁一直咧，我哋嘅理念咧，我哋 V 家集团都系做到咧，有 V 家就有安乐的家。而家唔止安乐的家，我哋真系好多谢五多年以嚟，我哋啲粉丝啊、业主喺度支持啦。而家系安乐的生活添啦，系啊，要啊。即系喺生活上咧，需要到咧，其实我哋啲粉丝啊，或者我哋啲业主咧，都哇，博士揾啲好嘢啊，咁样啊。身心健康最紧要系啦。嗱，咁最近咧好爆啦，我推介咗好好嘅养老院啦。系啊，好犀利啊。去边个诶温泉项目啦，牙医啦，其他啲吃喝玩乐啊，咩攞车嗰牌嗰啲唔再讲啦吓。咁咧，其实一路以嚟咧。就中醫對我香港人咧，真係咧好似啊喺香港咧，你話揾又愛又恨啊！係啊，又愛又恨，冇錯冇錯冇錯嚇。咁啊，但係中醫咧真係好嘅，因為你眼中醫你唔單止話我有病先睇中醫，其實養生啊調理都好好噶嘛，同埋中醫係治根治本啊嘛。同埋中醫係我哋即係中國五千年歷史好多嘅智慧嘅即係集合嚟㗎嘛，冇錯冇錯，係咪？咁咧，中醫咧俾我揾咗間好好嘅中醫館，而且佢都係其實都叫新開嘅，因為所以好多香港人都。唔知道，咁因为咧佢系集合咗啲国宝级嘅中医师，系国宝级，真系国宝级嘅。OK 吓，咁依家我慢慢去介绍俾大家。咁我已经有啲朋友咧嚟试过啊，好多啲爸爸妈妈啊 ，OK， 咁啊，同埋佢嗰个中医嘅范围系好阔嘅，咁所以咧就真系，我觉得一定要推介俾大家。而家呢排都大家都知啦，开咗关之后，哇，个个香港都涌晒上嚟大湾区，去 Sam's Club 购物又有，港车北上又有。其實你冇話上嚟呢邊咧，其實真係睇過中醫，中醫咧調下身啦。其實個個都要用嗱，我你冇睇我咁健康，我都要去睇。OK， 我哋大家睇下博士究竟有咩問題先？大揭秘係嘛？同埋我外父外母啊咁咧，都係想過嚟睇嘅。咁啊，不過我今日就嚟咗，你第一你就睇啦。嗱，我呢家分兵兩路，你又快啲帶你屋企人去睇醫生。咁我呢就捉住阿院長可唔可以咧介紹下呢個中醫館嘅博士？咁多中醫館揀咗呢間，你知我好。好奄尖噶嘛吓，即系冇翻咁上下咧，我一定唔会推介俾大家噶嘛，好嘛？我哋分兵两路啊，好啦，咁啊分兵两路啦 ，Jody 就去见医师，咁咧我就揾咗阿杨小姐咧，就喺呢度咧，成个医务所嘅呢个营运总监。我知道你哋喺呢个惠州已经系有一间做咗几年添啊，都好出名添。系啊系啊，喺惠州做咗有好多年噶啦。啊，下次去惠州嗰间我拜访下先得系嘛？好易啊，成栋楼都系。OK， 嗱，其实我最主要咧，我有朋友嚟到呢度咧，就治疗过，非常好，亦都知道你啲医师系个个都有来头嘅。咁嗱，各位观众，今一集咧，我哋一来就了解呢个医务所啦，二来大家当学嘢。其实喺内地咧，真系卧虎藏龙噶，好多医师啊，好犀利噶。好嘛，为我哋简单介绍一下，好嘛？我知道好多医师你都有显示出嚟噶。系咁噶。咁我咧呢个团队咧就系、是、本身全部都系佢哋嘅阿马导啊，同埋廖院嘅嗰啲同学嚟噶、嗯，都系啱啱喺内地恢复高考嗰一批有四十几年嘅经验嘅老专家，依家啱啱好佢哋都啱啱退咗休。即系以前都系喺大医院做嘅，系喺医院做咗，好似廖院咧，佢做咗15年嘅院长，做咗10年嘅医务局嘅局长，咁咧喺医务局局长，即系好犀利，我意思系，系啊，系啊，系啊，佢、okay. 做咗10年，咁咧
馬道咧，佢又係攞咗國家嘅公務員津貼噶啦，咁個二級教授嚟噶，咁都好犀利。哇！我有一個八卦嘅問題啦，點解退咗休落嚟仲要嚟開醫館咧？係咁噶，因為照計都咩都唔休噶啦。係啦，全部都係財富自由。係啦，係啦，係。之後咧年紀又大咗，咁喺一直喺醫院咧高強度嗰啲工作咧。已經有身體啊，又都係有啲吃唔消啦。再加上咧，最緊要佢哋有一個夢想，即係中醫要復星，係嘛？依家中國呢度內地都係其他地方都係一樣嘅，中醫要復星。咁點樣復星呢？就係、是、應該就係需要佢哋呢啲專家傳承落去，中國嗰啲好嘅老祖宗傳落嗰啲嘢咧，傳俾下一代，遺傳落去，做傳承。咁咧就好有理念喺呢邊咧，喺深圳點解成立喺深圳呢？就希望喺呢個平台咧，可以即係整個研究院，咁啊將呢啲課程啊帶啲學生啊研究生啊咁啊，因為依家啲學生研究生出嚟都唔識把脈噶啦，咁點解咧？因為佢哋即係嗰一批老專家先係真正有內涵嘅，咁依家學院係啦，依家學院出嚟可能。佢需要跟師嚟學先可以，真係因為醫術呢啲咧要經驗嘅，即係全部靠經驗嘅。總共幾多個醫師度啊？我哋呢邊有。哇！喺呢個表清楚啲喎。我哋喺呢度先啦，呢個係東西大學醫藥大學嘅嗰個成個同學會嚟㗎。同學會嚟㗎。成個同學會有百幾個同學喺呢個團隊呢度已經有幾十個喺呢度工作嘅，喺度研究所呢度就有百幾個㗎啦。可唔可以簡單講少少？有冇邊啲奇難雜症佢係比較好犀利？有啊有啊有啲案例咧，好似咁尿影咁啊，好似有尿酸啊、內科啊、消鼻即係內消化科啊，咁咧好專長噶。話尿酸啊，好多人都要睇啊。係啊，咁呢個係糖尿病啊，糖尿病、糖尿啦，同埋嗰啲婦科，即係依家好多人咧都係要 BB， 係比較難嘅。哦，難都好有特色嘅，我呢度都係好多，經常幫到好多人，抱住個 BB 過嚟。哎呀，多謝你，多謝你咁，我哋就覺得好開心噶啦。最緊要就係可以幫到好有需要嘅人。咁呢個盧教授咧，佢係就係嗰個廣東省醫院嘅推拿嘅針灸嘅，推拿針灸，針灸都好犀利噶。OK， 每個人都有自己身上唔同嘅專長。哦 ，OK， 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過嚟服務的話，要預先咧要預約嘅。嗱，我哋而家咧已經聯合咗有個二維碼喺下邊，大家可以掃嘅。咁大家如果真係想過嚟之前咧，記住掃二維碼預約咗先，因為啲醫師咧全部都國寶級嚟嘅，係啦，都係有45年經驗嘅。如果你唔預約又白行一趟，同埋咧你如果預約的話咧，我哋初步我哋要了解你有咩需要咧，我哋配翻。最主要是配返相对嗰个医师俾你。对。咁比如对症下药啦嘛。对啦对啦。好啦，参观啦医务所好唔好。好靓个医务所都。嗱佢唔係话好大嗰种，但係好贴心。同埋好温馨嘅。哇，一入嚟已经问到係咪癌呀。係呀係呀。有入边有煲肉啊、汁肉啊、有肉味啊。好浓嘅一阵肉味。嗱唔好介意，我哋香港比较实在啲。我最鍾意咩呢？一入到嚟呢，你哋有个价钱牌喺度嘅。明碼實價，嗱呢樣嘢我覺得真係好緊要。係啊 ，OK 嚇，就算你去香港睇中醫都好，你話咁樣明碼實價嘅中醫館咧，唔多嘅，我因為我都有去。因為我呢啲全部都同呢啲醫院係同步㗎。係咯，我覺得好好啊。嗰啲全部系統啊。啊，係喎，如果內地啲醫院都係咁樣，全部都係系統化㗎。全部都係同醫院嘅系統一樣嘅。嗱，所以因為同埋咧，佢唔止明碼實價，而且佢會寫曬咧所有嘅服務提供曬曬喺度啦嚇。咁咧就有刮痧啊、拔罐啦咁啊、按摩啊 ，OK， 好多嘅範圍都有噶，太多啦，中醫嘅範圍 ，OK， 咁同埋都有啲中醫嘅介紹啊，咁啊，診金費啦，各方面都好清楚嘅，咁啊有個前台啦，哦喺度就製藥啦，喺呢度執藥嘅，喺呢度執藥啦，哦，好企咧，大家見到啊。呢個係個執藥嘅。咁唔單止喎，佢原來唔單止咧喺度執藥喎，而且佢都有一啲嗱呢個咧，阿 Wilson 啊，我哋管家王咧，而家就揾佢傾緊啦。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都好成品嘅產品，好似呢啲自己做嘅，全部都係嗰啲學生自己手工做嘅。出邊街買唔到嘅，我哋全部自家做，佢係俾翻佢嘅病人嘅。咁咧，但係我覺得真係可以攞落去香港介紹俾大家。遲啲我開一集咧，再慢慢介紹俾大家。咁好多呢一啲啲藥實同源嘅啲產品。係啦。呢啲全部
有啲乜嘢大忌？有啲，假如讲专家睇到你又冇咩大问题啊，唔使食药啊，咁咧又整啲嘢去翻煲汤啦。系啦，系煲汤啦，系啊，系系系，我哋中医系啊，可以煲汤。就其实咧，十品就系药品嚟噶啦。十品系药品嚟嘅 ，OK 吓。睇完医生就呢度即刻做药。系。OK， 咁啊，坐攞得走啦。需要嘅就我哋会帮你煲好。我见到好多设备喎。系啊。有啊，嗰啲比如话腰骨酸痛啊，或者系系咯，呢个腰骨啊，呢啲都可以噶。嗯，有四五个诊所。哇，呢个拔罐喎，系嘛？系啊，呢个拔罐啊，做理疗啦。做理疗 ，OK， 好。可以现场可以睇下。咦，有病人喺度啊？系啊，你可以现场睇。专家喺度帮佢坐紧。呢系咪叫艾灸？系攞咗系佢哋江西医药大学嘅攞咗二等奖，国家二等奖嘅嗰个。系啊，嗰个。好有效啊！叫叶敏教。叶敏教。冇辦法，我哋呢啲醫學名詞啊 ，OK 啊，醫學名詞嚟嘅。但系咧，大家如果有擔心言語都唔係問題啊，因為咧佢可以咧同你揾，譬如睇醫生嘅時候有個翻譯錯，因為佢好多後生咧全部都係白話冇問題啊，可以同你做翻譯嘅。唔好意思，可唔可以打開睇下？這個、呢個咧就我哋按摩，手法按摩推拿。Okay, 好。嗰度仲有做個理療嘅心湯嘅，要唔要？咩叫心湯啊？心湯通经络咯。哦、oh, ，OK， 可以拍下嘛？可以，过嚟拍下。唔好意思啊，经过同意噶啦。学下嘢。呢个系做咗心汤就系通啊，即系比如话你脚麻啊，手脚麻痹啊，好舒服噶系嘛？哇！你可以你即系又好舒服，但系咧佢可以针灸咧通咗啲经络，可以通到个头顶噶啦。而家咁样，哎好喎、啊。舒唔舒服啊？舒服。仲即系边度可以疏通嘅？边个倒嘅地方咧，佢就痛啲。哇！真係大開眼界喎、啊！係啊，中醫係獨特精深。咁啦，我忍唔住啊！我即刻要睇，即刻要睇睇啊！我自己都啊有，因為我最近我手夜晚瞓覺都有啲酸痛、嗯、啊，我都擔心唔知咩事。OK， 咁啊，安排我都揾個專門嘅醫師俾我。OK， 冇問題啦，我帶你去睇下。好啊，好啊。嗱、啊，記住咯，我哋開始去有呢、這個嚟呢個醫館嘅一個嘅考察團，咁啊都係嚟考察，肯定嚟呢度睇埋醫生噶啦。咁啊，大家如果有興趣過嚟的話咧。我哋成團人過嚟咧，去容易啲去安排，同埋啲醫師，嗱預約啲時間俾我哋。咁啊，記住下面咧有個二維碼，大家記住二維碼，或者揾我哋 V 家任何一個門店或者任何業務員咧，你揾佢哋咧，佢都安排到你點樣去參加我哋個團嘅。OK， 好，睇醫生先。啊，終於排隊輪到我啦！哇、啊，阿 Jody 成家人都喺度一路睇住，咁咧就咁啊院長親自出馬啦嚇，咁而家幫我真係幫我睇病。我最近這兩三個月。晚上睡觉，我两个手都会酸痛，都会酸痛。晚上就这两三个月，我当刚开始我是担心尿酸啊、血糖啊这些，我都验血了，验血报告出来没事。有一些说是打篮球把这个什么发炎了怎么样呢？我看一下你的肾还好吧？还有院酸。腰酸、背痛也是有是比以前肩颈，主要是背跟腰，肩颈一点点、嗯。还有最近就是这个脚、嗯、右脚这个脚胀了吧？有点脚胀，脚跟部也是痛，也是痛了两三个月。你这个我们通常讲，我们的脚跟不痛啊，跟不痛啊，跟咱们的肾有关系，跟肾有关，肾气有关系。哦，大病没什么，没什么很大的问题。哦。可能肾气也有点不足、啊、哦，那我在生活上面要怎么改变、啊、生活方面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可以通过膳食疗法，亚健康状态的这种情况的用点膳食疗法比较好，心血里发好的、啊、用点膳食疗法比较好、啊、最好不要吃药啊、嗯、反正没必要，不该吃药的、哦、我们可以去吃药、啊、平时就是用点煲点汤喝，煲点汤啊，用点药。那你可以写给我吗？可以告诉我啊，可以写给你。哦，煲点，那肯定好了，不用吃药更好了。对对对，煲点汤，一周吃一次，一周到两周。哎，我还有问题问，泡脚呢有没有帮助了？非常好的一种，非常好。哎，这个有天天我。我们哦，我们医馆里呢，就是说我这四十多年来，我所研制的足疗的秘方呢。足疗秘方啊，哦，足疗的，哎呀，足疗啊，对，有温阳。哦，温阳那个通络的，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猪疗的材料的？有，你们有？哎，太好了！专门研究了，我们有16个品种，
哦，我们有16个产品。因为呢最近呢我在淘宝买了那些，可能慢慢管家旺都要买，现在那些泡脚那些机呢是可以接的。好好的，同埋好便宜，几百蚊㗎咋。咁而家呢我同我太太呢夜晚都好鍾意泡脚，泡完梗係啦，佢就係恒温㗎。咁我哋发觉呢泡完脚之后，尤其是我太太佢泡完脚之后很好睡。我老婆泡完脚以后非常好睡。我跟你讲，本身如果是温水，但是泡脚不要太高，不要太压，控制在40度以下哈。哦，温度不要太高。哦，有个20-30分钟泡脚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哦。但是为什么讲究足足疗的？足有心肝脾肺肾各种的那个穴位都在足。哦，心肝脾肺肾这些位还在里头啊？对，泡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哦，所以我对此研究了，我们有16个秘方。是研制治疗谁各种毛这个我要推广一下给我的粉丝哦，这个泡脚我真的很还有很自然是吧，也不用吃药，泡泡要舒服，特别是对一些失眠的，失眠啊，还有一些是阳气虚的 OK 那个经络不通的，哦，经络不通，还有一些肥胖症的，甚至肥胖症我们用泡脚肥胖症也效果就好，还肥胖症的也是很好的，哦，OK 还有一些养肝汤，我们养肝汤有个汤叫养肝汤，治疗神经衰弱的。哦，那你是说如果用你们的药可以从用泡脚的方法，那个药就可以从脚渗透进去，对，然后覆盖的全身，对，如果我跟你讲，我们通常是我们的秘方是这样的，能够泡脚的那个液体大概是4000-5000cc 吧，嗯，就是我通常泡白，好像到嘴里了，放在这里，这么位置，嗯，那么这么多水，拿我们的秘方去煮个15分钟，哦，时间也没必要，15分钟啊，你意思是先把药放进去，放下去煮好，等煮出来以后哎，能够就把它晾了，不能兑水，哦。不能兑其他的水，哦，煮好以后不能兑其他的水，哦，你就拿到晾到40度以下，等我去泡脚，哦，能去泡脚，大概是每次30分钟差不多，30分钟到，哦，20分钟到，哎，这个可以哦，可以的，这个可以，那个药通过那个脚印，那个脚穴位，我现在就泡普通水啊，嗯，其实是浪费的，如果有药更好，啊，有药就更好，啊，药不贵，很便宜，我跟你讲，很便宜的啊，好，嗯，好，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哪些，因为外面有些做那种水疗那些都有这种所谓的泡脚。但是他们哪种都不是的，对，他们随便搞些盐呢，搞些什么进去说有什么效果，其实不可能。他们肯定不专业，不专业，不专业，还要很贵。我们临床的经验，系啊，特别是有目的的，同埋去嗰啲地方泡脚咧，我惊咧唔干净啊，嗰啲桶嗰啲水咧唔干净，系自己做咗自己私。我私家泡脚，对，用你们的个配方，对，这个可以啊，这个再去推广哈，都是我们自己，这个将近40多年来啊，我们自己总结的。哎，我们香港有门店的，到时候我把你这些秘方放到我们门店，我们的观众到我们的店就可以也可以买得到，也可以啊。是院长自己制作秘方的，自己配方啊，很好的，出边买不到的秘方来的，没问题，最紧嗰啲药靓系嘛？这些都是纯中药磨粉哦，全中药磨粉哦，好好，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吓。OK， 好，好，好，谢谢你啊。OK， 嗱，咁样咧就嗱 ，Jody 啊，我哋个其实中医有我就摆拍啦，不过其实中医真系好好啊，对于香港人嚟讲，因为中医咧佢系好治标治本啦，唔似嗰啲西医啦。啊，咁咧就同埋中医咧，即系讲话难听啲就话，就算你唔系有病，你都系中医都系睇嘅，即系中医其实系人都睇得嘅。未病先防，冇错，未病先防，其实都系应该睇或者即系你个养生啊等等。咁所以咧，以后我博士要多啲推介，咁啊以后有咩好嘢介绍我啲观众。好啦，依家仲有啲，原来仲好多啲产品咧都啱大家嘅，咁依家我咧再拍俾大家睇。唔该晒，院长，唔该晒你，唔该晒你。